晾干了泡酒。这个是红毛，洗多少遍了？洗十个遍了。这个多好啊，多纯呢、啊。今天晚上我们的晚饭在这儿吃的，我妈要做排骨炖酸菜。你看到这一片地了吗？我现在心情特别的舒畅。这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。这是朕给你打下的江山。这是我爸跟我妈为我们打下的江山。全都是好吃的。你看，你看。搁点五花肉。那我爸乐了。你洗好几遍了哈。嗯。真是造满满一锅呀、哎！老严实了这锅，哎呀，滚的骨他妈老烂了。刚拔的水萝卜，咱这个多好，现吃现上园子拔去。嗯啊，就是。哎呦，太牛了，简直了！我们要准备开饭了，这锅都上桌了。老爷，你今天在这自己做吧。没问题。你不害怕吗？怕啥呀？妈妈都说。把你扛这去。没有我筷子吗？有有啊，尝尝。哎，这咋这个色呢？可乐可乐吗？我这可乐呀，什么啤酒呢？可乐，那你什么啤酒啊？还是这玩意儿闷的好吃，嗯，是吧？嗯，给我喝口呗。这下面再把那小卡式炉放一放，慢慢，嗯，简直了。怎么了？可乐，可乐。嗯，怎么这么啤酒味呢？老爷，你不准吃肉，你最后上桌的。你最后上桌的不准吃肉，你刚才吃了一个肉，你干啥？我没吃肉，最后上桌怎么还不让吃肉呢？嗯，不让吃，谁让你好家伙上桌的，干叫我不回，干叫我不回。不省心哈、哦。嗯，那边。我干啥呢嘛？这话怎么说的这么耳熟呢？你说完以后我怎么这么耳熟呢？那你天天说我。我还知道啊。天天说我干叫我不停，干叫我不停，让吃饭你不吃。就你这用上了哈。这锅你知道多烦人了吧？烦不烦人？不烦人。这没错，我是香夫人，不给人。